美国川普总统上任喽！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影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国光生技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竞选人詹启贤董事长和宇智顾问及新兴市场发展研究协会徐小波董事长，向大家一起分析讨论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影响。I have to listen。3月22号礼拜三晚上6:30到9:00，地点是台北市金华街142号 A 栋，免费入场，前60位上网报名者可得珍珠耳环一对，每一位参加者都赠送精美环保袋，请上网 yere1.asia 报名，谢谢你。